好了，下次说到了个人破产法，就其实我认为是为了让那些国企破产之后可以与法人之间的那关系能撇清，就能让那个法人呢能抽身而退啊，不用承担那个个人的责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粮食涨价导致恶性通胀，那个趋势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陆续有来。还有哪一个元素我认为是与刚才所说的两个元素是一起朝同一个目的地往前奔的？另外一个肯定是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其实这个是与个人破产法是非常有关联的。你说假如说个人破产法真的成立了，法人就国有企业的那个法人可以与国有企业撇清的关系，国有企业就肯定会破产因为最重要还是保住人呢，因为人保不住的话牵连更加大，因为他们是国家体系的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有后台，都千丝万缕的关系都有宗族的一个血统关系吧。那假如说国有企业破产的话，首先会影响到另外一个首先会引申到另外一个危机了，那肯定是理财产品，因为许多理财产品的钱其实是以一个投资的方式借给国有企业，那就是因为他们是国有企业，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债务评级就相对是高，所以呢他们才可以用一个才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可以还给那些债主利率也是比较低。但是假如说国有企业可以破产的话呢那些理财产品也是很难幸免，会一一爆破这是肯定的。那假如说理财产品的泡沫爆破，也就代表了许多许多的人他们自己买了理财产品也好，或者是甚至是不知道自己买了理财产品也好，也会遭殃。我举个例我举个例与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买理财产品的人也会遭殃，因为就是因为现在许多许多的全款货期全款放在银行，其实也是买了理财产品，只是那些人不知道。等我们去银行开户，假如说我们去银行开户现在来讲都会其实呢都会要求我们填一份风险评估的一份问卷，那以前是不需要填的现在许多时候都要填的。为什么？因为填了之后就无端端我们就会被购买了一些货期的理财产品，而不知不觉就买了。然后那些理财产品它的特质的就是一样可以让你随时可以把那些钱取出来，就没有一个限定的一些存放的时期了，同时利率高一点，然后银行就把他们包装成一个理财产品，但是呢表那个表面上就好像普通存款一样，随时可以拿钱出来，随时存进去，利率高一点。那我所知道了，像这类型的理财产品，一些货期存款的理财产品，基本上就很多人会中招了，很多人会中招了。然后所以影响的那个范围呢非常非常广泛，
而且许多人根本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买这类型的理财产品，是不知道的。因为假如说自己填那个风险表风险评估那个表格的话，到时候出了事，那肯定银行会说这个是临时工的一个责任，与他们银行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肯定是如此的然后到时候那个临时工当然是人间蒸发了。关键是大家有没有记得自己有没有填过那些风险评估的问卷。我所了解的，现在不少银行你在网络上面开户的话，就在手机上面开户了，因为现在开户都可以在手机上面，不需要亲自到银行去开户，基本上都要填。假如说面对面去一家四大行嘛，就你开户之前先跟他说我不买任何理财产品，这样说的话可能就可以免于填那种风险评估。那谁知道了，填风险评估问卷其实就代表买理财产品，这谁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但实际上就如此。那不仅仅是开户会无端端被购买理财产品，买保险也会无端端被购买理财产品。因为买保险肯定卖给你或者是向你介绍的人说保险呢除了可以提供一个保险的一个服务以外呢，其实也可以替你存钱呢，因为他拿了你的钱呢会进行一些投资啊等等等等。然后那一部分呢就是理财产品，那部分是没有保障的，但许多人是不知道的。许多人就以为我就去那家保险公司，他给我提供那保险服务，同时啦理财产就他也会替我做一些投资，让我捐进去那笔保险金啦有一个红利。那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或者是他没想过真的他们投资的那笔钱会亏光啊。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然后这三件事情其实就刚才说就这几次节目所说的粮食涨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了刚才就我们所说的那个理财产品，还有第二个人破产法，然后第三理财产品，那个是三个事情，其实都是为了一场将要出现的非常惨烈的社会动荡做提供一个触发点或者是制造一个铺垫。三件事情加起来指向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一场社会运动。那一场社会运动是由什么来触发的金融风险恶性通胀然后呢债主就那个债仔就那个借钱的人原来可以脱身的，三件事情就导致了许多人把钱借出去，或者是甚至是不知道自己把钱借出去，结果血本无归吃不饱，钱又没了突然之间就没了，一夜之间就没了，然后呢就不可避免的社会就会产生一场动荡，然后这层动荡就会演化成
一场社运。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个88年，就有一个价格闯关，就把那个价格双轨制就取消掉。这是88年的事情，结果就到了89年了。今天先说到这里，下期再说。假如大家对我所说的内容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留言，然后记得按个键订阅，然后感觉内容可以的话，谢谢大家请我喝一杯咖啡，谢谢打赏，再见。